他高傲，但是宅心仁厚；他谦虚，但是受万人敬仰；他究竟是神奇的化身，还是地狱的使者？没人知道。但是可以肯定，每一个人都比他的称号。我的名字叫做齐天大。 笑一个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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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漂亮。 大师兄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。功夫绝对是适合男女老幼的，打打杀杀，大家都看腻了。功夫更加是一种艺术，一种不屈的精神。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，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，退出江湖。绝世高手就在这里。最后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天下无功，无坚不摧，唯有不破。 就应该想的，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想学啊你，我教你啊。喂，你上次说咬我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没骗我吧？当然没骗你啊，等着你呢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 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此。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，我猜中了前途。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。啊！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
说吗？当然啦。你在哪里？我没有你不行吗？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。去扫地的，扫地的不是观众吗？多谢。